非常开心，我可以在这里跟你一起迎接新的一天，也为你可以在这个忙碌的早晨愿意花时间坐在这里感到高兴。那么让我们把接下来的十分钟留给自己，我们一起来深吸气，连接那个真正的你。
臂，向上伸展双臂，呼气，慢慢放下。当你准备好时，可以慢慢睁开眼睛。在接下来的一天中，当你感觉到压力大、疲惫或受挫折时，记得给自己一点时间，只是简单的感受呼吸。回到我们今天的冥想引导词中，我要活在当下，我要活在当下，我要一心一意地感受在当下，我要认真地活在当下。谢谢你今天加入我，跟我一起开始新的一天。祝你有一个快乐、积极、美好的一天。